美国猪肉口感嘛唔好，哦，相对的伊个价格较俗。啊，咱高收入的人无可能去食美猪，一寡较善食的、经济状况较无好的，他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。首先，我要请问咱市长哈，针对这个莱猪，你有没有鼓励我们高雄市民来吃这个美国进口的猪肉？我鼓励多吃台湾猪。对，哎，对，好、哦，来，你请坐。来，我请问咱农业局，请问咱局长哈，台湾的蔬菜水果有没有在使用农药？局长，请当。谢议长，谢议员，有，确实是有。我们农药有没有残留在我们的蔬菜水果的上面？咱农业那个黄局长，请答复。咱达达弄严啦吼，那阿免联验的部分大概做了少极少部分五不合格。对嘛？我们就是要检验嘛。那这个农药的残留，我们有一个许可的范围嘛？啊、哦，并不是说因为有农药的残留，我们就不出台湾的蔬果。那如果以同样的标准，咱讲实在，我最近敢那和遐个立委啦，和遮个议员啦，放假我全我都唔敢食猪肉，而且我嘛替美国人烦恼呢。那像安尼美国人唔知死偌济个呀，为着食遮个猪肉唔知死偌济个呀。哦，我们一个许可的标准，咱台湾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。咱袂用个，敢那叫人买咱的物件，咱唔去买人的物件。美国猪肉口感嘛唔好，哦，相对的伊个价格较俗。啊，咱高收入的人无可能去食美猪，一寡较善食的、经济状况较无好的，他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我们也没有叫他强迫他去吃，哪拢无人吃？什么人要来进口？所以大家嘛拢无吃，根本自然就无人会进口、哦、所以这个部分为着这个议题，规个中央也只有拢停摆，规个地方哦应该好啊问政的，大家拢无，足侪人拢无要好啊问政，大家拢烦恼伫这莱猪的顶端。我希望无论伫中央，还是伫地方。这个议题唔好个差。我们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三件事情，哈，一个就是要落实标示，啊，那在分区分国，你买买什么猪肉，清清楚楚，把这个标示好清楚。第二就是溯源管理，哈，这肉为对来，啊，为屠宰场，还是讲为这个养猪场到餐桌，啊，从产地到餐桌这个溯源的管理，我们把它做好。啊，第三就是我们加强查验。哦、我们卫生局跟其他五家的民间的大型的检验机制、哦、我们也多建立了合作的联盟。